老板就站在浪头上阻挡强攻，国会得力助手当然没得闲。学姐请走基层，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士林北投这一带，其实天母对我来说是我住了10年的地方，许许多多大生活的大小事都在这边发生。民众党北市区立委布局瞄准新潮流，柯文哲无所不用其极，美女刺客搬上台面，希望就是心想事成啊。我原本就有以前就有参选过的经验，这样子，在这个部分上来讲，应该是说。我们不惧战也不畏战。北投天母蓝绿都是强将，长期经营在地的汪志斌、吴思瑶早早先酸空降难赢，即便对战的人可能是高人气的学姐，也不怯战。新义松山、许淑华、费鸿泰都具地方实力，传柯文哲中意人选，这是去年参选高雄议员失利的学姐2.0蔡宜芳。另外的是，他的爸爸正是民进党籍里长蔡崇明，而党主席出兵不只考虑颜值，新住民当然也在延揽范围，派两个美女刺客出来嘛，吼那。中山那一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住民的二代对上我们的蒋万安的官二代，吴怡农也是官二代啊，对不对？我们是比较平民的，就是民众党。首都松口，中山松山将派将任务打败口中的官二代，蓝绿双帅蒋万安、吴怡农传出民众党要派的新住民二代，就是被民进党视为政坛潜在明星的何锦荣。民众党现在都打帅哥美女牌是吗？我们就是帅哥美女，其实就顺其自然了，不惧战也不畏战。年轻固然是本钱，请走基层也是必经磨练，但选举非儿戏，柯文哲若只是赌气，急着就想让子弟兵打先锋，只为戳民进党锐气，就怕先消耗的是自己政治能量。记者黄家伟、温轩台北报道。